坐啦，坐你尔，你即尔啦，我来讲，人家走了了啦，哎，哦，下期哈，茫参人家生啊，哦，啊，你咧上班咧，各位姐姐，伊确定哦，伊茫参你头家坐啦，真诶啊，头家就伊个头家啊，你若领薪水，你搁参伊坐，啊，你确定啦，你较有味啊，嘿，你来领头家，哎，因为哦，头家爱这个面子啊。哦，啊！你讲我头家，你安尼唔对啊！你着安怎？你着叫我明明安怎做诶？啊，我着做你意思做，啊，做阁唔对，诶，啊，惨了！人年底吼，你啊十几万，再讲你年底可能你啊无一万块啦，你用点名做你去啦，啊，敢知？是即下来啥？下来结压啦，叫你免做啦，你惨啦！啊，会记啦，我们头家少坐啦，你坐赢，我输就对啦，我讲，哦，再来即个上重要。唔忙长篇报纸啦哈，为什么？你啊长篇报纸吼，你唔对哦，你迄个啥？你都迄个唔对哦。你有哪爱尿伊啦？你啊无尿，我来讲，你甭家己煮饭啊。哦，到底咧？哎，迄较早一个王先生啊，哦啊高姐啥？哦小姐啦，啊恋爱很久了，十几年了，拢准备要结婚啦。哦，啊，迄个啥，因女朋友唔结婚就是唔结婚啦。伊讲恁查甫人哦，不是东西啦，对啦。娶某之前一种样啦，啊，娶某以后咧，我一种样啦。哎，哦，娶某之前把阮女孩子当作一个宝贝啦，娶某以后咧，把阮女孩子当作一个啥，皮出小皮破来皮破之类的。哎，我唔嘛，我不爱点恁嘞，哎，不是好东西。哎，啊咧，王先生就底下是讲，啊，不安尼啊，咱一话三章啊。哦，结婚了哦，咱若存着五分真啊，有啥物意见无下个安尼？